主子，真是一颗老鼠屎，坏了一锅粥。主子，您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罪啊？咱们什么时候能出去？哎呦！是啊。娘，你饿了吧？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。哎呀！主子。 这些都是你爱吃的。醋粉牛肝菌，配海鲜汤。滋香炭烤牦牛肉，酸辣蟹子流沙糕。 苹果酱竹鹌鹑蛋，吐蕃上好的牦牛象颈肉，配上齐鲁之地的苹果研磨成汁撒上，小火炙烤一炷香的时间，软而不烂，嫩而有劲，香。哼，去。嗯。 去，我们家主子的菜其实你能觊觎。哎，主子，还有您最爱吃的黑松露爆汁疗参。黑松露爆汁疗参。 多吃一点。丑女人，我好心把你带来，你偷我菜。丑？丑？你还一直盯着我看。我没有。蛇鼠一窝。吵什么吵啊？东西送完，赶紧走。 听说大春一向很孝顺，不会太久不回去看他娘，叫人守着他家。只要大春找到，一切都清楚。好。仙儿那边可有波斯商人的消息？请主子放心，杜小姐已经在找其他刺商帮忙了。对了，通关雾气一定要放好了。是。兄弟们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嗯，快走吧。嗯。把这些菜都吃完，您注意休息啊。 海参呐，滑溜溜，香喷喷的。啊。